在吃鸡中超高清画质下的海岛 2.0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山。最近的体验服终于对外开放了超高清画质啊，此次画质还需要下载一个 243M 的资源包。选择高清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个画质对比图，效果真的有那么明显吗？我们去游戏中一探究竟。超高清画质下的海岛 2.0， 一切都那么真实，水面变得更蓝，就连天空中的云彩和石头都倒映在水中。我们再来看看流畅画质下的海岛 2.0， 似乎没有了刚才的那种真实。最后再来对比一下，画质明显有很大的变化，自我感觉手中的手机不香了。接下来请欣赏最美的风景。